病患住院理由千奇百怪，难理解。妹妹被妈妈带来啊，就说她失恋。所以我想说，其实看我失恋，看我也不会好啊。我其实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带来急诊室，结果她妈妈就说，医师，我女儿失恋，我要希望她住院。如果她回去自杀，医师你要负责吗？我还有病人，给他只是开个3G的刀啊，开完之后，本来正常的话就住2天就回家了。你家没事的可以回家。他说不行，我家住3楼，而且没有电梯，我要到走路不会痛，我才要回家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《医师好辣》。